使徒行传第三章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。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、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：“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摩西曾说，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